我们已经到达山顶了，尖洞山的山顶后面。刚爬了将近80度的陡坡上，后面是64快速道路啊，64快速道路。然后再远一点，那个山，那个是观音山。观音山，观音山。哎，对对对。淡水河。淡水河。两岸巴黎淡水。这边视野非常好。哦，来来来。带一把菜刀。相机楼下被拆。噔噔噔。好，我们现在环景绕一圈平台给各位看一下。这个是当地人，每天都来爬。对对，这个应该是阿嬷。年轻的阿嬷，对对对，遛小孩的阿嬷，遛小孩要走的比我们还快，边走边玩，走的比我们还快。这也是他家的后花园啊，所以走很快。OK OK，